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，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上知识，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的藏教，藏教的教理方面是约四谛来解释，就是不出四谛离，四谛苦谛讲过了，现在是讲的几谛。